来过吧。最后一个姐姐同学好无？最后一个姐姐同学好无？一地、两地、三地，给你来四地，给你来五地，来五百了。来，多几个？收掉。来，五百个要来无？鲑鱼蟹拢要无啊？你也别钱摕啊，过年真正差不多要结束啊！来五百，多几个？来，你搞人要买两百、三百拢没有关系，都可以买。最后。好，我再做几箱，后面个两箱啊，几个？两百三百个有要来无？两百。来包滚，两百三百个有要来无？谢谢，来收下礼金，来。来收下，来，迄、那个来我看吼。毛刀拢无啊嘛？来，恁先听我讲话，唔好讲话哦。恁现场有食咸的手拿起，有食咸的，来摕起。我这包老婆，你饿了，你来给我老婆。啊，不过你回来要加水哦，要加三百 CC 的水哦，非常之险哦，非常之险哦。哦，来，咱我买四只尔，我保证这包你啊，我若无加袂晓做，我凊彩你，你叫人寄过，叫人寄过。哇塞！我跟你讲，内底有三项物件：第一牛肉，第二牛筋，第三牛肚。纳豆三颗星。你要我的工作费交，你要给你保障，你要自己保重哦。我是看到无想要讲的，你要家保重吼，家讲莫讲安尼啊吼，哎，阿弟吼，爱注意些吼，我爱工作侪家，其实我嘛工作侪家，我是无爱讲的吼，来吼，你家己注意些吼，来，我爱讲吼，牛肉无熟的，牛肚无熟的，牛筋无熟的，平安的就好啊，吼，平安的就好啊，好来，无食遐莫买，无食牛肉莫买，吼，安尼就好啊，吼来。这两包我保证，我你学到家你会得志啊！吼，过来麻辣的物件有足济项啊，过来拢最近也一直出来哦吼。你若四零，我这个头家会教的，你搁有食咸的，你搁有食牛肉，你买这两包当个试食看嘛。这两包装起免让你开一千开八百，你先开钱的先了。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了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收钱了，三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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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了啊。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几个？老板呀，退钱！别卖啊，卖收啊，卖收啊，退钱！我今仔日给恁尝鲜吃，我给恁查讲内底料偌济，你有买的你甲食看嘛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啊！后礼拜你来找我，我保证无咧卖，一、四、六、八、十个人家买着我退钱，两百块了，五个了，两百块了啊，这买卖两百五个啊，两百块了啊，两百块，一瓶五个无啊，两百块了啊。大家管，我微博啊。来，姐买落来。无。即我老爸两百是怎啊买这个啊？哎，几乎无甲你趁钱，我无甲你好笑诶。哦，你买你这样，然后这时间我趁钱啊，无我无趁钱，拜托你吼，来谢谢，包括。来，提钱。来。继续。来。继续。来，一千块下来。啊！即我先甲你介绍两种简单的物件，然后你另外注意听哦。即个物件叫红烧狮子哦，伊即一包内底有十粒，即专门你做食的佛跳墙的啦。伊即拢加入去佛跳墙内底，啊，足香的又来弄，非常香，非常之弄。即一包我啊，卤好拢爱百五，啊，成百五加百五，三百，唔免三百。我恁食一下，啥物叫足俗足好食的物件？我即两包佫送互你。这一包十粒，四包总共四十粒，等下你想包甲用我烧就好啊，足简单个做好食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红烧狮子头，两百块了啊，来两百块，用我烧八分有够炸嘞，两百，一包百个，两包三百，两百了啊，三包这包佫送你，来两百块够要食无？狮子头，两百块够要食无？两百块，拢有啊吗？还是你要试食看卖一百了无？你买一百块试食看卖无？真正好食，这遐佫是我袂来袂真做好吃哦，真正好吃，一百块了，试试看看。一百块人要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刚够人要吃啊！纯粹好吃，我不骗人啦！一百块了啊，拢有啊吼！阿成仔阿成个，来，恁个有想要吃啥物嘢无？你有要点菜无？若无要点菜，我就好我家己个哦。够食个，我了了解个，拄我三个要补了食个。阿姐来吼，来。阿平，你后边个有啥物无补呢？来，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要吃佛跳墙，你用抢的啊！这一包三斤半。啊，拄仔恁买狮子头的有啊，迄内底十几粒啊，大粒的哦。全部四个人家，这个我一只加红啊，就对。火解开了七啊五，全部四个人家开两百了啊，两百块。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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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个无啊，四个你四个无啊。你一包尔。我真正无啊，歹势，伊要先给钱啊，不好意思，伊要歹势。来，有啊有啊，有来送着你的，好谢谢，大感谢你的支持。来，谢谢，感谢恁的支持哦，谢谢你个。啊，你有人要吃冰的无？有人要吃麻糍冰无？够人要吃，来五百。有人要吃
妈，那个麻糍饼吗？谢谢大哥，你若要食麻糍饼，你去那个民传路尾有啊，遐有一个刘汤圆。叫你卖麻糍，无啦，讲笑话啦，客来啊，笑话啊，你遐刘汤圆，你食啊？刘汤圆我请来，你食一食，真好食。你来当去啊，民传路尾，哦，左手边，哦，左手边，左手一条巷啊，你啊开个，伊真正好食，伊拢比较很凉。来，这麻糍饼，这杜老爷两个人给百五，无啊？百五够买来无？买两个啊？四粒我哩，五粒六粒，七粒八粒九粒十粒。对，我甲恁逐个请教，够人知影我哩讲个刘汤圆？知啦吼，知啦吼，迄种有名哦，迄很有名哦。我之前不是去食，啊，即摆较无闲，较无去，啊无我之前常常去食哦。嘿，来，这包是鸡腿肉哦，鸡腿包哦，鸡腿肉哦。这鸡腿吧，这个日式鸡腿块，这等于用千的钱的拢好食，这拢百分之百原肉，咱这间拢做真材实料的物件哈。来，这一包参加晋江山鸡，还有两包青肉，超过五百块，我全部招两个人客，这拢无啊嘛。三个人客，恁拢卖给我买者，你们不要买多。好，再给一包哦，还是再给一包哦。我全部招六个人客给我买，这两包总计免五百，唔免让你开四百，使得给你，你试食看嘛，我保证你让你饿了鸡腿吧。百五楼啊，150块，百五块楼啊，来鸡腿肉百五块，150，百五楼，150块，百五楼，你试食好嘛，保证我你学落150楼，百五块有咩食哦？日式鸡腿肉，百五头前搁一个美女咩？150。好，来，反正头前搁一个美女咩？百五块咩啊？150。好听。谢谢，全世界剩一个150。来给侬爸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来。迄个阿是面，迄个啥物啊？阿弟，来，来包间，来迄个阿星，你摸我好不？你先去摸我。哦，谢谢，来迄个，来你帮我收一下哦。来，迄个阿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敢要食意大利面甲披萨无？这两样够难要食。意大利面甲披萨，来，迄个阿姐，我跟你讲哦。这尾鱼啊吼，我简单几句的讲好，啊，恁全部人可以用抢的抢抢，当然来敢好。吼，你们都相信我啦吼，咱做生意真正实实在在，从来不骗人。你要月亮虾饼了，可以啦，我先买一箱啊。月亮虾饼的啊，拢无啊。月亮虾饼你要加新价钱，200楼啊，这一包两袋啊，200你哦，300你哦，4包200楼啊。来200块，够要加月亮虾饼吗？4包8袋了哟。你也捞一包啊？好嘞，也捞一包了。100就好，差不多100块没有了。那一个鸭翅嘛，那一个鸭翅也无，多少钱个？你讲有人要食鸭肉丸无？这300只也无咩，我的鸭肉丸 Q 个香个好食哦，先提钱个先了，100上面食100块，鸭肉贡丸100块了，鸭肉丸100，100块，100块，鸭肉丸100个要来无？100块鸭肉丸个要食无？好，你们尽量不要讲话，尽量简单介绍就好了。这只叫红鱼啊，哦，伊的名叫斑布花子，规只拢无，整只都没有刺。这边是我，你看好清楚哈、哦。斑布花子，这只鱼都没有刺哦。啊，这对那种煎的，用炊，哈、哦，剁对薄，甲煮啥你知无？甲煮汤，米烧姜丝，淋一挂米酒，一家你的调水，肉幼绵绵，一支两支胃头汤甲卡汤，一支刺拢无。有人捌甲我买过这只的无？阿姨包有无？我头家讲我白讲话，谢谢，感谢侬阿客官。这蛤蟆听会食免钱，咱做生意是在等于我大礼拜之前我袂当我白讲话，我若我白讲话我找闹鬼。好，咱大礼拜后礼拜要过来，咱当我白讲话。这只鱼啊吼，等于吼我来教，拢来开好啊，蓝鳍都拢来处理好啊，最强的流龙刀啊，流龙刀啊有无？你敢用一挂米酒滋鱼，啊个烧鱼肉内底吼，保养保养。胡椒一点点啊，下面你甲煎落，切切一盖你调水了吼。煮汤用炊拢会打。来，我来讲吼，这三只啦吼，餐厅炊个，唔免700块，嘛爱600块啦吼。这三只鱼啦吼，这叫红鱼啊。好，来，啊，恁听我介绍吼，听我介绍。啊，剩这几箱。一箱尔。啊，恁全部人都听我讲话吼。啊，这一份我落去，啊，恁啊。四零我会教你甲买一份当去食，吼，我卖你的价钱不是啥物天文数字，你互你食袂起买袂起啦，吼，俗个好食我安尼讲啦吼，俗个好食鱼仔肉佫又佫无饲啦，吼，啊，凭这几点你甲买当去试食看卖啦，好无？来，
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人在楼买就好啊吼，我再搁送你啊，你今天蒸今天吹今天煮汤啊，再搁送你啊，我一帮我上西地寄予你啦，吼，恁外口拢无遮俗的物件啦，好不好？全部八个就好啊，上新价钱先呀，这唔免让你开一千开八八，300块落来，300块落来，300块，300块落来，鱼啊嘛啦，订了其他退钱啊，全世界搁上一个300块落来，四个啊，斤两三四拍你几个，最后一个300。好来，四个，老鬼没有了。好，你先去收钱，我等下再处理。去摸十个啊！对，来点烟。阿伯，你阿弟在照顾。爷，泰式虾卷刚够吗？泰式虾卷，那个泰式虾卷。阿姐阿妹黑啊！来点烟吧。黑不？哎呀，行李平时上谁的客钱？这个不？这个不？无啊。无啦，我熟因啦。哎、欸，第一个客钱的啥？阿姨你啊，这两只够你好不好？五十个，感谢你的支持，五十个。签个。来，哦，恁签个嘞。来，给你签个。下次我一定去的。啊？虾饼够有啊？李队。无，月亮花枝，迄不是。迄嘛，月亮花枝啊，迄不是啊。来，你叫人给我。行啊，阿明，我平时刚起来电话阿明啦。先叫人家看一下我，哎，注意听我讲的，注意听我讲哦。行啊，起来，安尼就好，箱子给我就好。来，阿成，你迄个吼，来，哎，帅哥，你之前起来，我人家欢喜一下，人家拢买足济啊。来，这干杯先卖卖，我先给大家高兴一下吼。大家人家也对咱家照顾，咱先让人家欢喜。来，行啊，起来，阿成，落，阿成，你要起来先，我起来，你爱落来，你起过就好。来。后面大哥要说够钱够，多少？这个名叫花枝牌哦，飞机牌。这俩在摸摸飞机。